曾经开示过，每年年底到三月份是天上菩萨给诸佛子的考核期，考核之后呢就会提升，将来就会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。今年呢有一位曾经非常精进的同修遇到了很大的一个现实考，所以师父的法身就到小书童那里给这位同修做了开示，恳请师父慈悲验证，弟子读诵一下：取经路上七天行，一路斩妖除魔，降无数怒路生，磨难无止境，末法时期你们夜随行，要想取得真经回，首先你要度过自己心中那个贼啊。你告诉他小书童一佛一魔，他如果是佛，身间如何变天都是空，他要人间的一辈子，还是做的一生不永回啊，躲开避开都不是解决的办法，非要师父说明你们未来或者明天有灾害时方才醒悟吗？非要等到病魔缠身时方才知忏悔莫及吗？我们为什么不提前好生学佛救自己？你们要提前看到危险的警动良机，要警觉防范于未然啊！不要用世俗的眼光看着红尘不放啊！要走出世间法，你才得道外法，心出境外天，才不被世俗所扰。眼下有一个西瓜马上就熟透了，可有些人他没有耐力和劲力，更不会开悟，非要提前摘下这个西瓜，你说甜不了，就是讲你们在修行的境上下中就是稳定性各方面都修的未知数，可偏偏这时候有了多种障碍的出现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现实的考核，你的成绩啊，简简累累，清算你在人间作恶多还是行善多？为什么年底算账总计你们的得与失或与过？如果你们骗天骗地做了些不应该做的事情，那么报应就来了。所以讲平时诸恶莫作，好好学佛，一门精进，别懈怠啊，远离不平的是是非非啊，找回原有的善良，学做观世音菩萨，慈悲行愿，普度大众，原本心佛根啊。西游记里玄奘法师取经时碌碌磨难啊，可是每次都是平安化吉祥无险啊。为什么？只要我们人人有着无我不染的宏愿成佛心，所以玄奘每遇闲情，观世音菩萨慈慈化劫难变吉祥啊！一定要学佛路上守住你的心啊，自己的意念初始心，如果有所动摇不坚信，你会成果得法，菩提圣花真可喜，心眼朵朵。记住了，一切障碍皆都是为你化劫成佛。西游大藏游，它是你们看得见的魔，俗世中是隐身的魔，只是附在某个人的身上隐形罢了。所以你们不修到什么叫境界，用凡光俗眼是看不到的。你们看好了，那些不尊师正道的人呢，一定是有罪，正判要走人，去哪儿？地狱永不回，日夜不休啊！不管是善缘恶缘，都是来化缘的。你怕什么？都是提前加速加减，早消累业，清算累世不好吗？从梦中快快醒悟，开明缘佛成，报四神恩呢。所以一路有佛菩萨庇佑，一切劫难定会化吉祥，上有诸天佛菩萨，这里还有师，一切都是定数安排，我们只有忏悔生，九九八十一难，少一难都不会取得真经回啊。佛祖弹指间，难啊功过福德寿命皆在佛的五指法掌中啊，善变运用，善变妙智，其变万万变，以佛学，以所学，用佛的智慧慈悲忍辱化一劫啊。人生都是这样的呀，没有什么可以讲的，人生呢就是一个转变期，一个过程，自己战胜自己这是最好的，靠别人战胜总是不是太圆满，因为人的一生啊还是要靠自己来战胜自己，因为我们身上有佛性 啊，所以要好好的努力。好的师父，现实中我们每个人身上的魔只是附在某个人身上隐形罢了，无论是我们遇到任何的一个事情，一切上内求，不上外求。对啊，人生实际上要自己战胜自己啊，自己的因自己造，自己的果也是自己得。其实讲到底，你的每一个人的伤痛只是自己啊，根本不是别人搞的，明白了吗？因因果果都是自己引起。对啊，你想要放下，学会放下，一定要放下。好的，师父。Thank you.